今天就是65.2%的报告。那就是在最后，就是想要就是跟大家说，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正在评估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奖助金其实做到现在是第三期了。那我们希望就是在之后可以做就是一个奖助金本身这个专案的评估。那我们就做了一个问卷，就是希望大家。就是连结的话，在那个提案这边就可以点。那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大家，不管你是就是曾经就是有参与过奖助金计划的人，或者是你想要，或者是你正在考虑的人，那我们希望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帮我们填一下这个问卷。那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如果之后奖助金计划还要进行的话，我们希望可以以这个问卷做我们之后的考量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其中报告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以上的团队有兴趣的话，那他们都有留下联络方式，就也欢迎大家去找他们这样子。那就先这样，谢谢。